这回看一个宝贝，这个宝贝呢，工厂跟我说特意为我磨制的，好吧？那这个心呢是鼓鼓的啊，非常像心哈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到这部分的颜色呢，啊，艳丽的玫瑰红色，很漂亮啊，非常漂亮。转一个角度，我们看到呢，这边的颜色呢，就出现七彩了，啊，颜色亮丽，有紫色、蓝色、绿色、金色啊，就黄色，啊，红色。奔彩轮就是这样，不同的角度呈现出不同的炫目的色彩。翻过来是奔彩轮形成化石后自己本身附着的岩石，上手掂一掂，不轻啊，很重的。大家要问了，这块石头怎么摆放呢？我倒是有一个好主意，把它放到紫晶洞里，紫晶本身就已经是很漂亮了，再把这颗心放进去，这是锦上添花的效果啊。